准备做父母，你仲有咩未 ready？ 由我柳俊江带大家睇下。不知道究竟一个细路仔要用多少钱，嗰度每个家长都会讲不同的价钱，个 rate 咧搞到我好乱。成日听翻你话几百万咁样就都系。我自己谂法，佢每日食几多咪搵几多俾佢，所以就唔会谂咁长远。佢有需要咪俾佢。尽量 financial control 嗰度都会慢慢调节翻，系啊，都要储多啲钱。经济需要考虑，但系 B B 嚟之前有更基本嘅需要。你的營養基礎又 ready 未咧？一向以來的 lifestyle 都很 stable， 同埋都幾健康。即係你話有煙有酒，咁我從來都唔會有，係啊。所以其實都你話好大嘅轉變就冇乜都。其實老實講，就真係冇諗過要食啲咩 supplement 去補充。真係唔使額外補充。超過九成香港女性血液內維他命 D 水平不足，而維他命 D 有助 BB 骨骼發展。在諮詢醫生、營養師意見之後，你可以考慮服用多種維他命及礦物質補充劑。